咁呢一間嘅頭療按摩同埋 SPA 嘅藝術品嘅按摩店啦。咁佢喺呢個江夏鎮嘅 A 出口，地點係好方便嘅。一出咗個 A 出口之後，上13樓 D 就揾到呢一間嘅SPA店鋪噶啦。咁佢嘅價錢都合理嘅。咁如果大家喺美團或者喺呢個大眾點評去買呢個團購咧，90分鐘就270元。咁睇到啲客人咧，按出嚟咧，佢哋覺得都好舒服嘅。我就冇試過。咁我只係睇到個價錢拍。咁當日我去拍攝嘅時候咧，就睇到啲房間都滿嘅，啲房間都滿嘅。咁嗰個櫃面都唔俾我去影相，佢只係同意我喺呢一個店鋪入邊影嘅啫。咁由呢個路去江夏鎮咧，只係需要13分鐘嘅啫。咁一出咗 A 出口嘅左手邊，就見到呢間海英大廈，搭咗上13樓 D。一出咗 lift 嘅右手邊，就見到呢一間 SPA 店噶啦。咁我就同呢、這個櫃面講，我想拍攝，但係佢就唔俾我拍攝啲房間，因為佢話有客人，佢只係准許我喺出邊拍攝嘅啫。啊，不不拍啦，拍這個環境，給介紹一下人來這個地方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